全村。没有发觉到，其实位置很重要，装可爱位置很重要。然后如果再问一个比较有深度的问题的话，你觉得全身所有的器官哪一个你不知道它为什么存在？器官是？对，就是全身上下有哪一些它的存在必要？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为什么要有喉结跟没有喉结啊？对啊，这有道理，这有道理，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有一个，有哪一个器官它不需要存在的吗？你有研究出来？有哪一个？我真的想过，你觉得眉毛有存在的必要吗？当然了，眉毛有。因为眉毛的话，例如说你会表情上面的比较突出，它除了表情之外，功能啊，流汗，你可以先由眉毛先挡 住，但是很多人没有眉毛啊，那就完蛋。我们一个一个问嘛，我们从这个命理界的角度来看，这个眉毛这一块有代表它，你是说眉毛？等一下，他是命理老师啊，我以为你是卖车的。那这一个区块是在这个代表一个人的什么？其实你可以注意去看，是说你看像一些动物，它的眉毛，你看像猫有没有？它是往上。猫有眉毛吗？猫一点点而已，它会往上。真的、啊。一点点，有一束一束的这样而已。如果严格说起来，眉毛应该算是挡水而已，对不对？对，挡灰尘，基本上是挡灰尘，对不对？但是事实上，现在你看，我们都把它变来变去，一下流行这个，一下流行这个，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女明星的眉毛长什么样子。今天就有几位女明星愿意来看看她的眉毛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先看第一组，欢迎第一组出场。第一组是有改装主持人。就问嘞，这个这两个是要抗议的，你们来关灯，快点，我快点，我快点，我快点，哎哎，有啊，我看我哪公啦，有啊，你哪公哦，啊，你哪公你娶妹妹，这么不容易，哎，要不要公司？我罗志远老师在讲快落音，没有啊。哎呀，今天要看你们的眉毛跟额头。买啦！为什么大家说你们这组？而且我们要把眉毛全部都卸光哦。单看眉毛，以前大家没有仔细看，其实女人的眉毛最恐怖。哦，真的，女人变化最大。女人如果没有眉毛，很像竹子，对，超像竹子，真的超惨。OK， 要先看谁的。我以前交男朋友，如果要睡觉，我就一定跟他睡。因为睡觉一定要卸妆嘛，卸妆他就会看到我的眉毛啊，就像牛吉一样，我死都不从。难怪你得单身。对啊，所以你现在是处子之身吗？对，因为他要脱我衣服，我愿意让他脱，他要卸我眉毛。所以衣服有被脱掉，衣服有被脱，眉毛我死都不肯。现在有那种，如果不是为了钱，我今天如果不是为了钱，我真的不要卸我眉毛。你看我有多缺钱啊！而且真的，我骗你，就把这个袋子没有看到眉毛，人有多恐怖？超恐怖！超恐怖哎！那不然就先看秀慧姐。什么？还先算吗？没有，你们，我跟你讲，我们有准备他们以前就是比较。画的眉毛各个阶段的照片哦，真的吗？你们先看一下。喂，我女朋友要来哦，我女朋友要来了。好，就在想。哎呦，为什么照片给我像刘雪华啊？像吗？我金姐你人好好哦，生气吧？他像刘雪华。哎呦，刘雪华，金姐人怎么那么好啊？真的啦，你今天心情就好哦。我心情跟我拜鬼，你现在我给你累，你在怀疑是不是？那一天我要骂你在开心开心的。真的有像刘雪华？有，很像反串的人。有吗？没有，那像。哎呦，这个很像杨秀。这个人，哇，这个人看得很开哈，有开四指的感觉。你看他的眼睛。哎，等等，我们先看他眉毛。这我十八岁的时候，这张好像还好啊。他眉毛，但是远远的看。那个时候谁最红？那时候你们那个年代的巨星是谁？巨星杨丽花。哦，对，寡女出身的。不会，我们知道那一代的巨星是谁，大概知道。对，是的，崔台金。后来就决心看到陈美凤，美凤姐的那个眉毛，我就去。纹眉哦，那我就有纹眉啊，没有，他没有纹眉，我是拿着美凤姐的眉毛叫那纹眉师傅帮我纹，结果他说哦，这个现在很流行，我帮你纹，纹起来后我躺着纹嘛，起来的时候我靠三个纹，真的假的？你搞我纹两抓，跟他关刀嘞，像关公那把刀有没有？而且你们那个年代的纹的眉都变成蓝色的，蓝绿色，对啊，就好像两把关刀贴在这边呢。纹眉啊，有啊。
后来就哭了三个月啊，然后就要用盖的。为什么要纹、啊？用盖眉，然后我就不会那个年代，那个年代没有没有，真的，你不要小看哦，大部分的女生是不会画眉毛的。哎，不是画眉毛很难画，画眉毛有一种有一种器具，不是说有好种好多种形状，然后这样子放在那边，这样子很难描。那个没有用、啊。例如是谁？我啊，你的 M 封神榜的就是。怎么会是你啊？是我啊！跟你讲，你把那个这两个送给老外看，有没有？他如果说同一个人，我投给你。对对啊，这四个人啊，四张照片像四个不同的人，真的吗？我有那么白脸吗？这个像高玉山，我的你这么大众脸哦。真的，这高玉山啊，而且说实在的，这张照片的眼睛真的很漂亮。对，漂亮。我们现在眼睛不好看吗？你为什么？是难看。你为什么？啊！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哎，我跟你讲，真的，我从来没有看女明星有没有？以前很漂亮，现在很糟的。这时候有了玻尿酸之后，没有，原来美肉毒杆菌，每况愈下这个成语就用在这里。我从来没有看到以前很。没有，现在真的没有。真的吗？现在比较漂亮。那个是我17岁的时候，哎，就是、没看，你看，等一下，你看这张，这又不一样的人呢、啊哦，这太有气质了吧？我啊，你的落差都很大，你是因为眉毛、啊、这张很像温翠萍，温翠萍，对啊，像温翠萍，眉毛是纹的还是画的？那时候已经有就是关刀之后去把它洗小条了，还有洗小条，还有洗哦，因为太宽了，就把它洗小条。结果他把我两条洗得跟抖音啊一样，像蚯蚓，你知道吗？超小条的，所以那化妆师又帮我加了一点点。嘉欣，不然这样好了，你不要先起来。素颜呢？那样那样。对。嗯，不信你导演，你看他就知道他以前多恐怖。以前恐怖吗？我觉得还蛮漂亮的。我以前很抢手哎，我是真的很多人追的。他这样洗白吧，就用太阳。是到了高峰，是真的。你觉得我会在那个塔罗牌机里开玩笑吗？你就是有鬼遮眼，你才是哎，真的。发现自我感觉良好。阿弥陀佛，祝我身体哦。阿弥陀佛，谢神太祖。阿弥陀佛，白羊的拍手。小甜甜求好运，开运美，昂贵撒大钱。我是因为以前的眉毛很多，想要漂亮就把它剃掉，就剃掉之后就跟秀慧姐一样长得很后来我也是去植眉，而且我你收看麻辣天后宫来了。真的吗？真的要看吗？那现在谁要上身？啊，我下面写一下。阿弥陀佛，祝我身体哦。阿弥陀佛，谢神太祖。阿弥陀佛，白羊的拍手。而且好小条，而且好小条哦，而且是蓝，等一下，蓝色的耶，绿色的，蓝色的，来，真的，好配你衣服，蓝色的耶，这样子人家很害羞，好像没有穿衣服呢。来了来了，我跟你讲，既然来了，我们看一下，来了，1、2、3，哇，啾吉郎，啾吉郎，啾吉。啾吉郎哦，啾吉郎啊，对啊，啾吉郎啊，就是后来这个关刀修的，是不是？对啊，后来就修掉的啊，好细哦，你真的没有。哎，你这样好像是哪天把里面的维士哎，哦，真的很少，而且凶，而且偏蓝呢。啊，以前纹的都是会变绿，要不然就变蓝。然后我为了要让它眉毛长出来，人家跟我讲了一个偏方，说拿那个老姜母啊，沾那个米酒啊，每天按那撸撸撸，我撸到破皮老疼呢。然后毛也没长出来，然后就发炎呢，就又去看皮肤科。而且你左边的眉毛有的还有几根呢？对了，左边没有，你是看到左边的，右边的更少。如果说秀慧姐你现在的眉毛再多一点点的颜色，就是深一点点的话，其实还不错哎。其实秀慧姐的眉毛是很好的，她眉毛是好的，是好的，因为你是长寿眉。而且你看，长寿眉，对啊，她现在86岁，她的眉毛刚好纹在她的表情肌，你挑眉毛。哎呦，靠！那不是表情肌，那是肉毒打太多了，你误会人家了啦。而且，我看我看，你仔细看，我看眉毛有没有平均，纹的有没有平均？没有，一边高一边低啦，一边高一边低，对不对？对啊，不一样的，真的耶。那但正常人其实眉毛也，因为它其实是照着你现在眉毛长的地方开始纹。那你就挑那边眉就好了。对啊，你就尽量挑那边。你挑这边了，你有一边很低的，或是你想办法把自己弄得颜面中风，你就会一边把它拉上去，稍微画一点点就好。而且修眉稍微画几年次。我啊，对，我几年制啊？你真的对啊？那我这辈子都嫁不出去了吗？我65年制的了，真的假的？你
1965啊。1965，好，因为我们看眉毛的话有分年轻、中年跟老年。那你的年纪是中年人，对，所以说我们要从对啊，立完差啦。中他是老师，是中年有点迈入那种就是老年，对，就是那种衰退期。但是因为衰退期，你说衰退是它的功能还是？我还年轻哦，月经还没停哦，你不要乱讲话。好好好，对，不是老师要紧张，老师你要看他额头跟眉毛这个光是怎么样的。因为其实他整个房地产会非常的好，因为我从他的对啊，是阳宅阴宅，阳宅，对，因为你眉毛有弯一下，所以弯的人呢，代表是说中年的话，就是会有房地产的运势很好，而且刚刚在秀慧姐就是开始有一点就是皱眉头，你皱一下，是有一个乌龟的形状，乌龟代表是说，你看，龟头人。龟头人啊，代表是说你的幸运的那个动物。龟头人，乌龟。幸运的动物是乌龟。幸运的动物，乌龟。所以你才说它是长寿的面相吗？对。啊，但是你眉毛都是自己画吗？现在妆自己画？哎，没有。还是你都没给那个化妆师画？因为我不会画眉毛。你还是不会画眉毛？真的不会画。一定要让他自己画一个。真的不会画，每次画都高低。乖，给他一个位置。让他自己画一个你的眉毛，我很想看你自己画眉毛。我现在自己画。对啊，给他一个位置，让他坐着。你先在旁边自己画一下你的眉毛。因为这种都是化妆师画出来的。对啊，眉毛很难。他肯定不会画眉毛，我很想看他自己画出来是什么样子。你自己画你自己一支就好了，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看你的了。我的话，我是因为以前的眉毛很浓，就那种一字眉，然后后来读书的时候想要漂亮，就把它剃掉，就剃掉之后就跟秀慧姐一样长不出来，然后也是抹姜，然后跟把那个避孕药弄碎。因为避孕药可以长头发，就是可以增进你那个毛发生长，所以我就把避孕药弄碎，然后泡水涂在，也长不出来。所以后来我也是去植眉，然后我是比较植眉是什么？就比较后期的植眉是什么？它也是纹眉的一种，但是它的比较细，会比较自然，然后也不会就颜色。秀眉。对，就秀眉，就是差不多。它的感觉就好像纹眉，然后秀眉、植眉，对，就是等级算比较高的。哦。对，而且我这个就是有符合开运，所以我整个眉形是那个。大师帮我设计的，多久以前？大概四年，四年前吧，三四年前。纹眉很便宜啊，2000多块钱。没有，我这个很贵，我这是开运的，然后我的眉毛跟印章一样。没有比印章贵很多，它是真的我人生花过最大一笔钱，因为我是他说眼线跟眉毛要一起用才会运势才会全开，所以我的眉毛那时候是30000，然后眼线是40000。哇，总共70000，哪有可能那么贵？是真的，而且男生更贵。然后是郭彦均先去用完，然后那个郭彦均有纹眉，有，他男生的更立体，对啊，织眉。我现在真的还75000的织眉跟眼线，高科技的，而且真的，而且你也出卖了那个谁啊？郭彦均不止啊，因为潘玮柏跟王以璐也都是跟我在同一个地方弄的。真的吗？你真的很爱出卖大家。不是，那真的有照片，我们的照片都有在那里可以翻那些。先看你原来的样子，比较浓啊。你看吧。就是那谁呀？我啦，对不对？我那时候喜欢，那是你呀。我那时候你很有资格笑我吗？你知道多少人喜欢我吗？我只要喜欢谁就可以跟谁在一起。小天天，这真的是你呀？这是我啊！我好清楚。你看，你发觉到真的就是现在漂亮很多啊。而且甜甜，你那时候的眉毛跟眼睛是一起开的，我那时候还没纹，对，都没有，那个时候就是我天生的。可是我不喜欢，我就有点太 man。不是你那时候中间这一块一直都是开的啊，我的中间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子，我中间都不会长。那是麒麟臂啊，看弱的。看一下，就是现在，后来听说开我怎么织了这个眉之后，运势大开，对不对？对啊，看一下，尤其是很 OK， 只是很多人会觉得胸疼呢。真的，太长会老气耶，眉毛太长就像阮玲玉，就会太老气哦。而且你有一点红色，快剪彩，快一、二、三，好害怕，有什么害怕？你们哇，好长哦！对啊，因为他说好，爸爸要跪把揪纹谁家以后，这两个就你们俩算都有那个纹眉的，改装过的。对啊，你看你真的弄太长了，到这里来了。可是他说每个人，可是他说每个人不一样，他就说我这个人就是要偏长，然后他就帮我用长。好长的眉毛，好长哦！哎，我一根一根画好了啊。哪里？一根一根呢？哪有？这没有，这不是一根一根吗？你给镜头看。好粗的一根哦，没有，这两边真的画的不太浓跟细，因为它一边是画一根一根，一边是整个。我永远都不会画我的眉毛啊！刚才就画
面好经典哦。我跟你讲，画眉毛很困难，很难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你可以帮他画画一点点吗？画一点点，我补一点点，改这边好。好，改这边。你看那个大师画的，不很立体吗？你是先用什么颜色？其实像秀慧姐的话，用一点咖啡色是比较好，所以她刚刚那边就已经挑咖啡色，只是她这个画的有一点太过，还是有点浓啦，太重哦，太重。对，那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像这种的话，我们可以从中后段先开始画，眉头不要画，眉头先不要画，眉头，那你还是可以啊，眉头不要画，对，因为。我们要让它前面是比较淡的，这样才会自然，我们后面才比较浓嘛。你看那个杂志有没有？人家眉毛就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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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耶，所以那个还用胶粘起来。对，好像要上一个固定的，对不对？没有上固定胶吗？我没有，像我们都要上固定胶，哎，哦，好好看哦。哎，这个好碎哦，整个看起来是比较柔和。解说面相变了样，小孟老师大爆八卦。老师是我们俗称的柳叶眉。哦，就是以前那个貂蝉那种，大家闺秀，比貂蝉还要高级的壁雕，没有貂蝉的蝉，没有貂蝉啊，天后宫，俗称的柳叶眉，对，哦，就是以前那个貂蝉那种，大家闺秀，不是，不是，你比貂蝉还要等级还在壁雕，是什么雕？花雕哦，就是没有貂蝉的蝉。其实甜甜的眉毛有没有？因为柳叶眉的人，就是因为他前面比较粗，后面比较细一点，代表是说他很重义气的人。而且你他真的把你画的是真的，他把他画的不错，但是你没有男人，对，所以说你要特别注意，因为你后面太细。他不怎么加粗太细，他的枝的，那我怎么办？其实老师，你只要牺牲的话，他就有男人啦，有吗？对啊，哦，我是有选择性的。对，而且我不喜欢有垫鞋垫的老师。董墨老师来了这么久，你是第一个敢呛他的，真的回去做法把他做死。小铁铁如果再讲，就爆你的料。快讲快讲快讲！什么？他有一次去我们店里，没有，我叫你等一下，这段要讲。对呀、啊，然后嘞，跟你讲一下的鞋垫。对，你都攻击人家，是攻击我的。对啊。然后因为那时候他喜欢一个男生，你忘记了哈？两年多前，他喜欢男生多了。然后我们前面那边有一个观音，有没有？然后他就说他，然后因为我们是道教塔罗牌，要看那个神明，要看神明，然后默念，然后他就说，我可以讲吗？可以啊，当然可以讲。对，然后他就看着那个观音就说，我可以跟这个男生发生关系吗？艺人对不对？对，哎，是吗？是艺人吗？我的天哪！两年前回推的话，不就是高山峰、马国碧，或是什么郭彦均？不是啊，郭彦均不是啊，或是那个没有，对啊，不是啊，谁？不是那个，你们不要乱讲。杨子怡是最近的，郭彦均不是两年前，不是，真的不是。那是谁啊？不是啦，都不是很有红，那就是邵伟啦。但是他后来我有送他那个念佛经，我没有等他。我是很认真想要听他讲解，只有后来我是说，因为他的感情运比较差，所以送他一个念佛机要消业障的。不是，他那个念佛机很恐怖，他叫我随身携带，然后南无观世音菩萨呀，南无观世音菩萨，然后他叫我走到哪放到哪，然后他说尤其人多的地方，那我在捷运站的时候我就放到旁边，南无观世音菩萨，你知道那个时候多糗吗？你这样确定会有男生敢接近他吗？是的，因为他没有吧？应该是说因为他太毒了，对。所以说要先，我觉得你讲话比较毒哎。没有，因为他最近有减肥成功啊，因为之前算没有。哎呦，真的不能有过去。不是，他自己很奇怪，你知道他有一次就送我一个东西，他说我跟你共用，在报警头灰马上开，然后他就说那要怎么用？他说你用你的头发跟你的指甲放进去就好。我说啊，那男的呢？他说你用冥想的就好，什么都还没有来。对，他没有那个桃花源。对啊，因为跟他外形有关系的。对啊，所以说你外形要去做一些改造了。我没有看过一个命理老师会有人身攻击的，这不是人身。对啊，你刚刚投胎，哎，我觉得有啦，甜甜已经在生气了。对，不过甜甜算是很好的，因为他你现在来不及了，来不及。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后面还有四位，真的还有很多人，所以你通常妆自己画吗？我也是都给那个化妆师画比较多。你可以先画自己一支，好不好？好，那我们要欢迎下一组。第一组基本上就是有改妆过眉的，纹过眉的，对不对？有绣过眉的，
第二组是什么样的眉毛呢？欢迎请出场。少爷哥好，为什么要这样笑？你明明是宅男女神，对啊，何必什么通告都接呢？没有啦，有啊，你们不是有出写真集吗？不是啊，写真集已经就卖得很好，之后就开始出来卸眉毛，对对对，差不多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所以你们算是什么组的？哎呦，空的、啊，有啦有啦有眉有啦有啦，擦出来的感觉。我们这一组算浓眉组的哦，浓眉，真的吗？对，啊，你们要先看谁的？那个欧桑画一只好了，画一只了哈，你好了，对啊，哦，这样给你画眉毛好快哦，是纹过美人的话，画眉毛这么快，因为它有一个固定的型的啊，对啦，就不好描了。其实我画的很好很好，你就加黑一点而已啊，好硬的感觉呢，没有嘞，那我们志愿老师帮我们画另外一只眉毛好不好？好，然后我们这边。你要先看谁？先看安娜好了。哎呦，我看你照片了。哦，哎，他真的很黑很浓哎。他长得跟甜甜以前好像哦。哎，这。是啊，你的鼻子现在漂亮真的很多哎，又黑又浓哎，露出来了。哇，他眉毛好浓密哦。我的天哪，好浓哦。对啊，他其实没有密，但是他很浓。但是你的眉毛里面有很多的旋哎，太浓了。就他眉毛不太顺哎，太浓了吧？有些地方比较浓，然后有些地方淡。有擦摸你这样，所以你有刮吗？有，我已经有，就是有修过，我已经有修过。我之前没有修的时候，就会被人家说很像那个乌龙派出所里面的两金刊集，因为中间杂毛也很多，就像连成一条，真的一眉道人。对，但是我就是稍稍的修一点，不然就会像之前照片那么。而且他的眉毛里面不太顺啊，他的毛好像很不顺。小木老师先看看他的脸上。好，女明星眉毛路玄机，晚年富贵全靠小木老师一句话。其实他是黑子，他是30几岁过后的，整个会大。前面的话，欢迎收看《麻辣天后宫》。小木老师先看看他的脸上。好，我该怎么办？对。来，额头给他看一下。额头现在是几年次？鼠鼠。好，鼠鼠，他算是青年。对啊，是青年的青，因为其实因为你的眉毛是属于扫帚眉。扫帚眉。扫帚眉就是对扫把。扫帚。对，扫帚。对，就是前面是前面扫帚眉，两边有扫帚眉。你看前面两边有不平均哦。对，两边差。一边有眉尾，一边没有眉尾。对啊。这是俗称的扫帚眉。对，所以是扫把星的感觉是。不是，是说。早期可能会有国外的运，国外的机会，比如说年轻的时候，所以我之前才在日本发展是这个意思。不是越南吗？是泰国，我怎么还行？就是说他前面的话，就是说早期如果比较扫帚眉的早期，比较能会有外国运，就是可能会出国啊，去工作。浓眉的人对浓眉，前面浓眉，可是后面会后继无力。对，所以说，他后面的感觉比较虚哦，比较虚，比较少，比较虚。如果他连在一起的眉毛算好还不好？其实不好哎，而且如果你要走这个演艺界的话，比较容易会有停滞的状态。对，接下来呢会有停滞的状态。如果说年轻不好好的把握的话，晚年就会声势会比较下来。所以而且他才刚起步，你就说他声势要下来，所以没有，因为我讲话比较婉转，对呀、啊，你这个讲话就婉转，你讲话婉转，你已经超级直白了，讲话婉转，你超级直白的，你就我这么婉转的，所以说，是老师。那我接下来会更惨吗？会哦，好不容易出了歌，好不容易出了新歌。但是安娜，你不用担心，因为其实你只要把后面的眉毛有没有稍微修好，就是把它补起来，用画真的有帮助，用画的补起来，画是有帮助，画是有帮助的。那我想问一个问题耶，如果有人的眉毛这么三角，有办法救吗？这么三角，好三角。报仇，就是要报仇，就是要报仇。数学作业拿来画。老师的眉毛，老师眉毛是好薄春眉耶，对，好贝贝眉。好命的眉毛，三角眉比较凶啊，对了，对啊，你还有缺角呀？等等，你的嘴巴皮好干哦，你嘴巴皮好干哦，全都裂掉了，嘴巴皮去把皮，皮就大呢，接下来看红糖的眉毛，红糖感觉他很秀气哈，看他眉毛。看一下，我觉得其实不会害怕，还是会害怕。其实我眉毛浓眉的人，其实他比较英姿。对，其实我眉毛落差很大，好浓哦！而且你是那个眉毛压眼睛，对，眼睛好近，对，你离眼睛很近，太近了。老师，我以前有看过，我以前曾经去
教过化妆，嗯，我有一阵子在讲课这样子，那我听说眉毛代表兄弟宫，对，然后这一块代表田伯宫，对，是，就财帛宫，那基本上这个你闭上眼睛，它要两只手指头的宽度。代表你才会有买得到那个房子，所以我买不到房子哦。你好近哦，但他很像老外耶。其实那是 A 字眉，他这个很像那个布鲁克·雪德斯以前那种前面那段。其实我以前眉毛更粗，只是我高中那时候很流行那个安室奈美惠，那时候他的眉毛是很细的，然后我就把眉毛修很细。然后那时候有没有看到照片？蛮漂亮的，好细哦。那是高中的时候，然后我就。把我的眉毛，那时候眉毛很细，那是因为我把它故意修的一条是蛮细细的。为什么今天每个艺人登出来以前的照片都不像啊 ？A 字眉是什么东西啊 ？A 字眉就是 A 这个 bottom of the A。哦 ，A 的 A， 我以为是 A， 不是 A， 是 A， 摸摸的 A， 我想摸摸，就是摸摸摸的 A， 气死人了！摸摸有 A 吗？那个 A 吗？是 A， 哦 ，A， 注意好那个，就是这样子就对了。哦，对，那这样子的眉形是怎么样？是这样的眉形的人是好的哎，真的吗？对，而且好的。但他很靠近呢，他压到眼睛呢，你眼睛真大。没压眼，你看，我很少看到睫毛碰到眉毛。真的，我自己睫毛也太长。真的，你看，他连在一起了耶。对，因为 A 字眉的人，其实在工作上面的表现是走晚，再稍微再晚一点点。对，所以说你整个眉毛到后来有没有大概三十几岁过后有没有整个会大好？真的、哦？对，而且你前面的话，三十六岁以后才会红。36年，还要16年？你在演艺圈有16年不红，你也太可惜了吧？对啊，毕生的青春，还蛮久的。还要十几集以后才会红，那你早点休息一下。嫁人好累啊！30岁就出道好了。不会啊，因为前面这边比较浓的话，有没有？如果说距离比较近啊，说真的要稍微修一下。但是如果说你不要修的话，其实它的影响啊，在我们面相学来看，影响不大。最主要的在于是说你的眉尾，尾巴代表是老运，然后前面代表是年轻的运。所以刚才跟那个安娜讲，就是后面会稍微比较要补一下。但是他那个红糖后面会不会太细？对啊，对对，因为后来就是它长不出来，以前它也是。那你会画吗？我比较偏好那种很粗眉的人，所以我自己画眉毛的时候，我其实会画的蛮粗的。你想看谁？红糖先画。好，红糖好的。OK， 好。来，谢谢安娜。你就记得之后这个自己要补齐。对，这样运势才会好一点。后期其实用染眉膏稍微刷淡一点，后面拉长就好了。谢谢安娜，谢谢。好，我们还有最后一组，你边画哦，哈，边画。最后一组听说更精彩。最后一组是必须进场组。对对对对对对，大修的，前面已经有稍微自己维修过，后面是真的是那个配备太齐，接下来是没有配备，没有配备就好看了，没有毛，对不对？最后一组，欢迎请出场 ，Nikki， Hello， 雨婷你好，姐姐好，小哥好，哎呦，这是我的写真集，露点了，也是露点。我的天哪，你很大胆呢！主题叫做替身，是为什么？因为当过很多广告的替身。对，头发那个当过我那个566广告的那个对光替 ，Oh my God， 第一眼，我看一下，我跟你讲，那个很凶，很精彩，不行啊，我是基督徒，我不可以看这种东西，很精彩，超精彩，不能翻过来的海报，可以打马赛克，可以打马赛克吗？哎，你尺度太开了吧？对，就是豁出去了，然后只有第三点没有露，这样。他们也有出写真书哎，我说我们就没有露点，你们就输在那一点啦，然后就是背部全裸啦，那我比他们勇敢一点点。他这边上面写着他，我愿意为任何大牌，退去衣衫，更愿意为喜欢我的你敞开心房，加油，加油，恭喜。好啊，两位我们要先看谁的眉毛，看他的啦。你们哪一个最 Nikki 啦 ，Nikki 啦，眉毛影响 Nikki 甚大，红牌鬼魅只有一线之隔。这个超像什么？像日本的那个 Friday， 对，或者歌舞伎町，我的天哪，会贴在整个墙上。然后每次走在路上就跟女生讲 Hotel Indo 噶。欢迎收看《麻辣天后宫》。
你们哪一个最 Nikki 吗 ？Nikki 啦 ，Nikki 啦。为什么？我们先看 Nikki 的。好 ，Nikki。啊，是你啊？干嘛要像日本男孩子哦？超不像啊！超像日本的男孩子哎。对，很像那个日本男生，对阿拉西，对。你这个时期是。你这个是我刚进我们公司，像日系的那种，超日系的。问你这个时期有没有女孩子跟你搭讪？而且眉毛好细，我以前有被女生追，可是那是因为我短头发，这个像很帅。而且你这个超像什么，你知道吗？像日本的那个 Friday， 对，公关就是在那个六本木那边，常会拿一大堆照片给你看，就说哎，我们这边有哪几个人在坐台，或者是那个歌舞伎町有没有？我的天哪，都会贴在整个墙上。然后每次走在路上就跟女生讲 Hotel Eagle 噶。每次都这样子啊，怪怪的。对呀，你好像日本男生哦。因为以前我眉毛是把后面整个剃掉。啊，你是故意往上的，是不是？老师，这个他不是说这个很惊讶的状态啊。他这个眉毛算不算上扬的？对，他有点上扬，但是几乎已经飞起来了。对，他有点快飘起来了。但是这个眉毛你不要小看它，它几年前在那个好莱坞很流行哎。我就是看到人家都这样子。真的，这是《星际大战》的时候吧？十年前，《星际大战》的时候，这个眉毛就大概是这样。十年前的好莱坞很流行这样勾上去的眉毛，非常的勾，很飞扬的感觉。对。日本到现在其实都还是很流行像这样的。对。所以我那时候视觉系的有些都剃成这样，但是多半是男生。好奇怪哈！在你看你之前，我可以先看那个谁，红糖糖。我画好了，画好了一个。哪里？我看。好浓，好浓，太浓了啦！哇，而且浓哦，你需要延伸到太阳穴是不是？好浓，对。我就是一些偏好那种粗眉，所以我都会画的。好像那个半唱带的人，好酷，对。真的，你哥，你哥耶，少一点灵魂，你应该去拍念你啦 ，NTV 啊，真的。金老师，去抢救他另外一边吧，金老师。好浓。好，那我来看你眉毛喽 ，Niki。哦，这还蛮可怕的。金老师，麻烦你了哈。你是不是属于眉毛很细的？我没有眉毛的，可是我头发很浓，然后所以我不知道什么眉毛没。现在在解释，哎，对，你的头发好多，超多的，他头发好多，我也是头发很多啊，没有眉毛啊，我也是啊，真的，真的啊，那我眉毛真的很淡，是个胎毛。那你有腋毛吗？一点点，但我有去雷射。没关系，我们有补救的老师在现场。发量真的很多，我头发真的很多，那你再看我眉毛，真的是天壤之别。这是什么啊？淡淡好小条。我看看这怎么了你？你这样好像，你好像唐朝的那个豪放女哦。为什么？我觉得你在唐朝应该是美女耶。我眉毛真的很淡呢。但是你是算有眉毛，其实为什么要来？你是算有眉毛的啦。我有眉毛，只是淡了一点点，所以我在研究要不要去植毛，就会比较多一点。哎，对，有人去植毛，哎，老师要不要去植毛？植毛的话，其实如果说你配合运势去植是可以的，就像甜甜这样，有没有去找人家画？其实这是真的是有效果。那老师，我的运势，你会想去纹眉吗？他，但是你很细的，你有，我觉得他比我好多了，还好吧？你有，但是很像胎毛。对啊，胎毛，我是小 baby。我来看一下，他眉毛，那个毛真的很像那个我们这个地方的毛。他这里啊，那这边你看这边，你这里的毛就像你这里上面的这个，对啊，你看像，你像胎毛啊，真的不难看呢。真的吗？但是就是淡了一点，是远看好像泰国的女鬼。而且你知道吗？如果说他现在连眼影那些妆都卸掉的话，那更可怕哎。就没有眉毛，那很恐怖啊，就苍白。因为你现在有戴假睫毛，对不对？对，要戴。真的浪紧，我跟你讲，浪紧真的，尤其刚刚站那个比较没有光的位置，真的很像泰国的那个哎。看那个豆豆，有吗？有看前面，有很像。好可怕！你有曾经被刺激？有人被我这样吓到哭，真的吗？同学，因为我就是都没有化妆啊，然后我就站在后面这样子，然后就哭了。真的，他说他吓到，他以为是鬼。Niki， 你是我看过就是本年度最像女鬼的人。但是代表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很多的那个导演啊，想要找女鬼的话，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女主角。以前《倩女幽魂》多红啊！对啊，扮个鬼就红了。对啊，但她额头很漂亮哎，你看额头。对，我要问一下老师，这个是这个头是饱满还是凸？它其实饱满，不过因为你的眉毛它
太稀疏，所以感情上面可能会比较差一点，或者是说有眉毛少，感情会比较可能有三角关系，或者是就是有哎，之前哎呦，就是有一种哎呦，哎呦，介入人家家庭，我没有，我真的没有，就是说可能人家跟他在一起之外，还会可能还会再有跟别人搞暧昧的机会，所以要特别小心，要劈腿啊，你是被劈的那个。真的假的？所以你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如果说眉毛太淡的话，那我要去做什么？那你跟男朋友在一起，就在家里，你会画眉毛吗？不会啊，干嘛画？那他不整天都一直在看鬼？不会啊，他说就是上个厕所出来，他关个灯，他要吓到。不会啊，真的吗？你们给他看，你不觉得他是真的？然后刚才那个我们说，啊，所以你看他会觉得有一点点，你不要再悠悠的回头，这很可怕。对，我去卸妆，我卸妆，好恐怖！你不要这样，阴蒂的海报应该放你的。真的有一点点，而且轮廓真的很深，很漂亮，很像外国人，你真的很像外国的女人，是泰国人。对啊，你真的很适合。如果真的有导演要拍那个恐怖片，应该找你才行。我希望可以当女。那我们先看红糖的妆，画好了，看有差别。有哎，老师那一边就比较不是，我就说，因为我现在在回看他之前画的，我就很想笑，差很多。你怎么画这么黑啊？你很明显就可以知道哪一道是你画的。嗯，女生真的都不会画，我其实大部分是不会的。我其实已经有尽量帮他往上，有点往上加，有，而且上加，所以他的眉形就比较不会像刚刚那个整个很压抑。老师帮你画那半边是看起来比较有智慧的，但你自己画那看半边好像很呆的感觉。那因为他还是比较适合浓眉啦，所以我还是一样帮他画的，其实是比较稍微粗一点。那为什么他看起来会比较没有这么的浓？你怎么做？因为我用染眉膏。对，老师用染眉膏，把前面那个最黑的地方稍微染掉一点。哦，染淡。第二组都有机会可以用到染眉膏，第三组你有看过染眉膏这个东西吗？我有时候也有用染眉膏，我就涂很浓。别了吧，你都没有眉毛还染，真的是。你这个应该加深。就是我的眉毛吗？对呀，你请假都不搞个拍光，这个真的是来 change。那你变化哈，你给。像我看起来是雨婷，尤其雨婷，你的睫毛很大幅 ，if 你的眉毛，哎呦，这样很漂亮哎，可是那我的眉毛没清纯哎，但是左右的宽度不一样，然后上下也不一样，然后到了中半段、后半段就整个是散开的。为什么？它居然可以散到这么开？为什么最后一组的照片都这么像恐怖片？而且刚才照片。有点带着青色的感觉，看起来很粗啊。对，那是我，就是我最后面不在乎眉形的时候，对，后来一出来工作的时候，被人家讲说，你知道你的眉毛是我这辈子看过最难修、最丑、然后最没有型的人。难修这么严重？对，化妆师后面整个是散开。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肯。我觉得这一张笑起来很清纯，但他眉毛是完全没有型啊，真的眉毛没有是散的，有点草皮一样，没有片的呀，他像草皮没有修过的草皮，太宽广了，对，而且你也是，你也是后面就从草皮变成那个什么走道修掉了，对啊，这怎么了？这样修，这张发生什么事？而且你这张的惊讶度基本上是来自于那个眉毛。对，其实没有那么惊讶，但那个眉毛，对，感觉好惊讶哦。因为我的那个眉骨不一样高，所以对对对，亮光的地方都不太一样。你把它修了是不是？对，然后还是给人家修的。那是自己修。不知道以前我看到那个相书上面说，这个有是算兄弟宫。对对。如果你这边有断的话，可能是兄弟，你会比较少。那个就是断心眉。断心眉，中间断掉的。那有些人像眉毛有痣的，这个都不要点。不要什么？不要点掉。哦，这双有痣的不要点掉。对，眉毛里面有痣，对，这是好的。因为怕它会留一个白，是不是？这是眉心痣，就是说眉毛里面有痣，代表是说你的42岁过后整个运会起来。啊。对，整个眉中有痣是好，叫眉心痣。眉心痣。40岁以后很好。对，真的。哎，你不错哦。算得很好，算几岁啦？41，没有啦，我38啦。一定要讲的。大家看一下，看他的眉毛，看一下雨婷的眉毛。哎，明明他今天美美来出人家的那个写真书，没有啊？说不定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之后比如说要宣传或这个作品能不能大卖？对对对对，而且最主要是让老师看一下哈。真的很善。
就是后面其实是很虚的。哇塞，还好后面已经有修过了，对，这是已经修过了，修过头了，对不对？修过头了，嗯，有点修过头。本来感觉超级修过头了，对，它本来是大概这么宽吧？对对对，我的杂毛会长到这个。我的天哪！你看眉，你看这边，你看它把眉骨在这里，嗯，它把眉骨全部都露出来了。真的，而且眉骨整个露出来，显得好凶哦。因为香港有一个那个光头的演员，他的眉骨他是没有眉毛，有个每次演坏人然后单眼皮那个，他的眉骨这边就每次我看到他就是那个光头，就是觉得他好像是很坏很可怕的感觉，就那个眉骨很高，知道吗？因为什么会修到这边来？因为我的眉毛这边这条下面这边都是空的。它就几根几根而已，但不是没有了，不是眉骨要不能上面有毛，这样对财运比较好吗？其实雨婷的眉毛是勾眉，勾人的勾，勾眉，所以这种人的话比较容易在工作场合会被骚扰，或者是说会有人会来乱对你侵犯了，你懂吗？所以说你要去控制，就是说你的眉毛尽量就是不要太弯下来，有点太性感型。对，就是可能会被吃豆腐，或者是被人家就是色狼，会有色狼来。哦，对，你之前有遇过吗？你是不是很周末想过去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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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遇到。那常遇到，等一下可以帮你。常遇到，对，等一下身材这么好，可能不会遇到，真的是。你们看看那本书，你要不要再看一下？哦，替身这本书，你再看一下。哦，这个没有，因为我吃素的。好看 ，Nikki 画完的。Nikki 还不错，还可以耶，不错，技术蛮好的。Nikki 应该是你画过目前为止这几个来宾里面算最好修改的，因为他是里面就不浓啦，因为他本身少，你直接画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对，然后他用的颜色其实也还不错，还可以，不错啊。好 ，Nikki 过关，终于返回人间了。Nikki 过关，Nikki 过关，来来来来来，好，我要看你画你眉毛。他们这个眉毛算是比较稀疏的哈。对。Okay. 而且它其实拔太多了，拔太多了。平常你怎么画？其实我画还蛮随便的。你都用什么颜色？我都用咖啡色。好，来吧。这次比较深，咖啡色是这个，比较浅。好。我通常都只会补尾巴，然后就把它那个尾巴拉出来而已。他的眉毛是不是很高啊？也是飞起来的。但是我觉得这是那个年代你修成型了。嗯，修炼成，所以现在要改回来的修。他的眉毛好像什么动物精的，没有，他的眉毛很像无敌铁金刚。他一定在那个年代，他是流行那个样子，所以他修出来型到现在可能回不去的，对，真的改不回来了，对不对？那时候应该流行比较勾，对不对？对，就是跟刚刚那个。你真的是画斜的。对，就这样子。你画完了，就画这样眉毛，这样就画完了。对啊，我都只有画这样。我看镜头。就很勾啊，好勾哦！然后眉峰又，眉峰又太细了，妹，太细了。你这样整个看就好像潘金莲。其实因为我很喜欢那种就是粗一点点的柳叶眉，所以我只会把。你喜欢柳叶眉？对，但柳叶眉现在不太流行哎。对啊，所以也我回不去了。一切都回不去，不是？你可以画。那我倒宁可它上面这边来补浓一点点，这边来补。你用点的，你看，你再点一次，你再点一次，你看怎么用点的？大概像只是昨天酒喝太多的。他用点的，你看手在抖。没有像这样点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它比较像一根一根的，会比较自然。自然哦，是这样点的，你看到了没有？本来我以为说后面就一根一根拉，就你在涂的时候就要用点的了。对，然后后面这个再画下来一点点。哇，这个都好专业哦！你看它整个眉形就是软的，而且没有飞得这么高的感觉，自然多了，很好看哎！哇，真的，我觉得好像在那个，好像缝纫机。哎，你看，先看一下你的底形状先出来了，对啊，而且比较粗一点啦，这样柔和，你这样没有这么艳哎，而且比较亲切，对，还没有亲切哈。然后现在你要这样讲，好，然后我们可以再用眉笔。然后再把那个后面一根一根的稍微补起来，然后帮他把它补起来，所以好像真的哦，前面那个淡的你就让它这么淡就好了，很好看呢。然后就这样，差不多这样。你看，看懂了吗？哇，真的是亲切多了，哎，好时尚哦，对，比较时尚，而且好厉害，有点日系女孩子的感觉。而且说实话，真的像不流行柳叶眉，差好多，会变得有点像古人。哎，我想真的，如果你那个行秀的就真的太顺手的秀，因为其实像这种没有毛的。有的时候你其实画一点一根一根一根，然后我们前面太低的，其实它可以往上补。
对对对，不要大家都一直往下画，就越来越压眼。对对，其实可以往上发展。我觉得你如果眉毛画对的话，你真的不需要再当人家的替身了哈。你就是女主角啦。对，因为你这半边脸差很多，你看你这一边就会让人家。你看你这一边就是让人家觉得有没有比较有亲和力，那这边就看起来哎呦拍到了，所以你觉得以前如果去演戏，应该都接恶婆婆或坏女人吧？酒家女都演，你不是还有演过小三？演小三，对，都演小三，要抢人家老公啦，或者演坏人，心机最重的那种。我觉得如果今天这样的话，下次我们请小孟老师或志远老师，应该再把你眼妆再改一点点，就女主角了。真的，知道了，各位。那不好意思，今晚谢了一边的眉毛，谢谢，谢谢，对，谢谢老师，谢谢。